本期广场大明星迎来了一组玩柔力球的阿姨们，这可引得嘉宾们都纷纷表示坐不住了。左右抬腿接球，这在阿姨们手中看似简单的柔力球，到了嘉宾们手里可就没那么好控制了。协调性这东西还是看我们专业舞蹈演员出身的黄豆豆老师。现在看到的是跑八字，跑八字。黄豆豆老师炒苹果。对，关键有一个花八字啊！哎呦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本周六晚8点档播出的《广场大明星》，新乐在线编辑报道。